所体现的。定级步伐。在定级步伐中，一般裁判会看运动员的这个膝关节的屈伸啊，用刃的深浅呀，动作幅度是否大，用刃是否正确。包括像上肢的这个肢体语言的会表达有也的，好，会有的，尤其技术组会看你这个肢体、躯干、手臂。又完成了一次后外点并三周跳，接后外点并两周跳。做了一个单一姿势的蹲屈旋转，也没有换组。其实，在成年组的比赛中，很少选择这样的，但是这是规则允允许许的啊。相对比较简单，大家都会挑战更难度的姿势变化，为了提级啊，跳了一个 loop 两周。菲利普的串跳跳，两周，他因为是这短节目排名比较靠后的，在第一组出场嘛，所以这名选手看从综合表现来说不是特别好，难度不大，跳了一个 Axel 一周，沙虎。就是觉得这样的选手，一是有比赛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，二就是说他可以把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，或者说把自己最好的一套节目能拿出来，就是对，很有好的。可能他是从青年组升上来的，对，还没达到那个一定的难度，这是大概自己最好的水平了吧，编排截序步中出现了晃动，这个在 GOE 那一定会有体现的。虽然技术组不给定级，高进的得分是76.02分。